老铁们，到我哪儿了？简简单单，今天吃的辣椒，这辣椒有意思，看到没有？就这么大点儿，就这么大点儿。粉丝给邮来的，让我尝尝他那个辣椒，这辣椒这么出奇呢？哎，你别说，真有点辣呀。就是小啊，还行，就着饭吃了，都白不白。这是辣椒哥吃过最多数的一个个数的辣椒，多少个呀？吃点饭。这辣椒跟死神一个味道。满口香。香瓜挺辣呀、老铁们，这是啥辣椒？帮我打在公屏上，不认识。萌萌萌萌。得感谢这粉丝，再给我邮点，太过瘾了。